到时候一起来观赏，谢谢。陈玉义老师的教学呢，通常都是由浅入深，所以说呢，一般的婆婆妈妈都非常适合来学习。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学习的话，欢迎到左营国中第二社大的校本部来做一个咨询的动作。那另外的话，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打电话0939114309这个专线来询问。谢谢。嗨，大家好。然后又可以雕塑身材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哦。对，而且还会从那个水桶腰变成小蛮腰哦。只要有兴趣，对，然后有毅力，都是一定可以。当然可以啊，张小腿在老师的非常慈善又严厉的雕塑下，对，一定会慢慢的越来越小。对，但是上课的时候，他是爱心当中又带点严厉。到底是对不对？它是一个算是一个辅助的工具。那像这种腰力，它是不会发出声音，它是比较适合用在高阶或者是表演的时候使用，所以它就是没有声响。对，那其他的这些项链啊、手环啊、耳环，都是一些跳舞的时候的配备。对，那就是看人佩戴啦，因为有。好像很贵的感觉。啊，不会啊，不会。其实像这一个平常你跟红丝带啊、网子上面啊，然后或者是洗澡丝带啊，都可以。哦，这样。所以不用很贵，又可以学的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像社大开的课程，这个学费要花多少钱啊？像社大开的课程啊，像每个礼拜二两个小时，那一个学期只要2000元哦。指甲彩绘的东西，那我们的指甲有水晶指甲，然后有光疗指甲。光疗指甲就是像这种光疗指甲，就是凝胶做的指甲。那像这种都是喷枪的，然后还有粉雕的，然后还有亚克力化的图案。然后，对，这种都是粉雕的指甲。那像四种都是不同的上色，用颜料下去画的指甲。不一定哦，就看你个人的设计吧。对，这个工因为比较细，所以的话，要就是像那种不需要一个礼拜，差不多一两个小时就好了。对啊。然后像这种啊。让它表现出来，好像有那种春节的喜气，然后就是花加上那个春节这样子，用这个下去设计的。然后像这种呢，就是有那种荷花粉荷，然后就是有感觉好像在水中。这个是指甲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指甲。这种都是用来有时候做竞赛时候用的竞赛表演。手上的话就是比较创意的彩妆，创意的彩妆，然后搭配比较像这种，这些都
以比方说这种就搭配那种旗帜级的那种作品，就感觉好像很浪漫，情人节快乐这样子。男生都不能戴这个？男生因为那种比较方便，不行，不会啊。好像这个像泡面一个纹饰，不会。好，像这个还有一个袜子，什么意思？像这种都是粉雕，要那种璀璨指甲的粉溶剂下去做的话。也是你们做的，不是现成的吗？没有，是我做的男生。这个都是你做的吗？对，像这个也是啊。这个都是指甲的材料做出来的花朵。那学生来学也可以学这个吗？可以啊。男生碰到女生手可以，男生可以学会来帮女朋友做。不行，这样弄破女生的手不行。现在很多男生在学，真的，真的。问一下，男生来学习也可以来学习，他怎么来报名？报名就到我们那个社大的报名处报就可以了。对，对，他那边有详细的解释。然后就是看你的个人需求吧。也可以喷黄金在上面，可以啊。可以啊。你可以镶钻石吗？都可以。真的、哦、都，只要你有想象的出来都可以。对，就是看你的创意吧，不同的创意下去自己去设计都可以。自我介绍一下，你现在在怎么找你？我叫丽可，这边有美丽的丽，可爱的可，因为我美丽又可爱。对，欢迎各位来学习。对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学指甲彩绘。好。